以及你的房子。非常谢谢，因为我自己的风格其实最早期我的老师是阿基桑。Close my eyes, but all I see is you. I hate that I love you so much. Oh. I fantasize that all my dreams come true to show you what could have been ours. And I realize it's a foolish thing to do, but I just can't help it. I am angry and I'm selfish.跳舞的时候就真的我感觉就是一个洋娃娃在跳舞，太厉害了，我真的很想把它带回家。他就看着很可爱，然后上来蹦蹦。我当时就是跟大家一样的想法，我就觉得他绝对上去是跳那种可爱的宅舞，哇，上来震两下给我人震傻了。觉得哇，怎么会有人反差这么大？好厉害，他真的好厉害，我看傻了。因为大佬就深藏功与名，上去就站在那就开始了，然后一整个被吓到。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哇哇哇！赞多料起飞了吧？哇！我啊啊啊！哇，厉害呀，厉害！因为我以前也看过了你的视频，然后现在看你的表演之后，我谢谢老师，真非常谢谢。因为我自己的风格，其实最早期我的老师是阿基桑。阿基是拥有26年舞龄的日本殿堂级舞者，日本国际街舞赛事 Old School Night Popping One One Battle 的7届冠军，以及日本起舞大赛 Japan Dance Delight 的3届冠军。我想说的是，舞蹈方面是完美的，我觉得它有什么 animation， 有 popping， 有 gliding， level 也很用很多 level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你跳这个舞蹈的时候啊，你里面你有什么想法呢？是什么 story 呢？这首歌其实歌词表达的意义是男女之间的爱情，但是我想表达的是我对舞蹈之间的那个情感纠葛。我和舞蹈之间有痛苦，有努力，有非常非常的热爱，就是各种感情。哇、oh.